依家冇聲。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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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有聲未？喂呢啲唔好打住，有冇聲啊？出句聲啊喂。有。有冇畫面？有是吧 ?OK 未 ?OK 就打了啦。好。俾你騷擾個騷擾俾 Cam 呢啲領先咗幾少少遠，即刻出返個腳刀先，俾個下馬威呢啲睇先。好掃落壓力箍再打落去。腳刀嘩出唔到嘅點解。佢諗住好型嘅估到佢跳。起身啦乖昏倒嘩吸先。絕招雙腳刀壓死。哎呀點解打中咗打唔中第二下。掃落去先打落去明啊我都估到你胜但我冇血啦冇计拒绝搏我起信啦嘛信就得啦开到波我 OK 阿力姑再嚟对面係咁掃啲啲係咁啊连珠爆发我都轻脚啊脚刀靓啊呢下一嘢脚刀想打我嘩对面即刻 cancel哇出呢个旋风弹一直弹落去砍着好痛好手刀再弹落去靓啊军佬阿力姑扫落去哇想弹好扫落去哇俾你反到再将阿力姑哇大王啊我捉唔止添哇点解呀諗住好型 KO 佢喎唔好死住俾多一格血喎喊着应该死嘅講真咁講都知唔型呀諗住出腳刀 KO Xbox 唔念到啊念到 PS3 啊好掃落去先整个阿力箍再打靓军佬阿力箍再嚟腳刀會唔會太靚呢幾下踩唔中啊呢啲嘩啲下啲嘢靚喎 Game 呢啲都打得唔錯嘩係咁踩落去即刻打啦靚啊軍佬阿力箍再掃再嚟阿力箍壓落去得咗重拳你睇过嚟啊好紧张啊系酷哇估到你啊唉 KMDD 冇用啊你遮我都唔笨啊阿力姑我慢慢啊送到你心口啊赢咗唔好贪刀大哥收到送到你等二凤再嚟哇对面 KMDD 亦都唔蠢啊即刻出个脚刀你弹哇对面啊 TMD 现在年纪扣好多呢个大佬对面啊亦都醒目可惜啊大叔你有张良计大叔亦有过长梯哇对面啊即刻俾返个脚啊力箍啊唔得急足啊力箍好靓嘅脚刀再嚟啊力箍抛锤哇对面即刻撞埋脚刀喂呀出唔到去好彩打落去好啊力箍肯定有想出招片啦逼下你先哎呀避得咁靓嘅呢个瑜伽新长手再嚟挡一次喊出嚟啊諗住挡到啊哎出諗住好快 cancel 输啊喊出嚟就諗住咗嘢咁就玩到今日呢度啦好啊你打咗11点啊打咗11点完场啦好嘛我哋继续打啦打咗11点听日再玩人中之龙啦用咩角色我咩角色都用啊继续用军佬
打人中之龙嗰个剧情好耐啊，你知唔知啊？嗰、那个我惊中断咗你欣赏雅兴，休息一日啦！啱啱投完肉要休息，啱啱落水游咗成日啦！阿岛，你俾佢怪，俾佢唞啊！搵佬打阿龙，日本仔打美国，睇下边个赢啊！扫落去靓啊！哇，醒喎、啊！惊呢啲即刻升落去，即刻整个脚刀嚟弹啊！讲笑，再弹。哇！对面又识脚刀，我系张学友，张学友系讲半月刀，哇！对面一嘢执落去，好，阿力酷，咁鬼难出嚟噶，想出双脚刀咁鬼难，未死得住啊！放心，啲大叔未有咁易死，打落去一嘢背摔，靓啊！即刻出声啦！我估你想升，哇！我都估到，可惜啊！双脚刀，影一字，可惜啊！出咗咁耐，终于出到，未练熟啊！赢到几啊？呢啲听日唔开台到点话？黐线！你可赢唔赢到都系开台啦！你讲呢、這个根本冇意思。即刻啊！再嚟，好一嘢执个抛锤，你睇下先。老强，一嘢整落去，好靓啊！阿力姑，慢慢打，磨圈，好，再扫翻你一脚先，好，再扫脚，青龙拳，哇，咁快啊，尖中脚，扫翻你三下先，报仇，一嘢，哇，扫过去。弹出嚟，成出双脚都打唔中啊！专心啲，唔可以挂住型。好，弹落去，哇，咁都解到弹，算你好彩添。一嘢脚到咁中意升，俾个下马威你。好，出草气。好啊，你箍即个抛锤，最终军佬嘅绝招就系真枪抛锤。好想打我，冇咁易 L 你捉唔到我。哇，大哥啊，真到摩洛拳，一嘢俾人捏一下啫，扣好鬼多。挡一挡，一嘢脚都 cancel， 弹落去，有机会啊！好，插出嚟。买 PS3 定 Xbox 好？听日系咪读三次票嘛？入嚟睇大哥输，我未认真玩嘛，唔使咁认真啊！今日都未用绝招，我今日系轻松开完台，轻松松打。我今日教阿 KMDB 打拳啊，让下佢专用奇怪角色。你睇我用苏联佬，今晚读潮文，想读咩潮文？你讲，即系落去台湾有咩好推介？嗱，即系我讲俾你听，台湾咧，我其中一个我冇同你讲过喺台湾呢个夹公仔嘅故事啊。台湾咧、那个，我话过啲公仔易夹好多，讲真。我记得嗰次就我有冇同你讲过我同公关姐姐夹个公仔嘅故事？喂、哎，叻啊叻，即刻苏联佬，即刻俾阿马威睇啦，合啊！问啦、啊，哇，点解叻叻地机啊？喂 ，D D， 喂，等下先 ，D D 茄，我哋试下拳先，点解叻下叻下？你有冇呢个问题？窒下窒下喎，有赖咩？我点会赖啊？黐线，打女人做乜鬼啊 ？D D 你 B T 紧啊？再嚟过啦嘛！越快啲完咗佢，你打死我，快 kill 我，下一局啊！唔知有乜鬼嘢好叻啊！虽然我达到你，但系我都系好君子，因为我唔想啊，咁样有个问题，一阵我赢咗你又话我叻，快用重绝招打死我先啦、啊！啲好鬼叻啊，打唔到落去啊，如果唔系，
系咪正常翻啊？正常翻啦喎，继续啦咁。要赢佢，可惜啊，太少血啦，出唔到招。让我哋半条血，应该正常翻。呢啲系啱啱开咸片，所以咁样啊。即刻进入苏联佬要下马威啊，俾你。旋风手拍落去，笨啦、啊！一夜滚落去，一夜再嚟吻啦，好嘛？旋风手靓到压落去，大石砸死啊！好，再嚟旋风手，好靓啊！一夜拍落去。男人就是咁样，呢啲 Q 啦，八八八，下铺同你玩。苏联佬，男人咧浪漫，我话俾你听，用男角色先系最劲，教你哋咩叫红狗狗。旋风手，哇，咁都扫唔中，你又似。哇，啱真系晕咗添。好，喊出嚟！认真话啦，呢个苏元佬要反省，要继续出，一定要搭到你摊摊腰，睇住啊！呢啲好，一嘢插埋嚟。你以为 Cammy 好渣啊？咪以为佢叫滴滴？我话俾你，今届嗰、那个有一个打赢梅园，正正系用 Cammy。再嚟！我去最憎呢啲咁啊，屎类爆，细细个染金毛，又着咁小布，诶、勾引麻甩佬，再嚟吻啊！呢啲屎类爆一定系要好好教训佢，我啲屁股香吗？绝招，终极原子弹，吻啊好嘛 ，yeah， 关落去。好，再嚟啦！再拍，导弹过嚟，死女包，好一嘢踢落去，哎呀，想捉就争啲捉，笨啦好嘛，一嘢轰落去，拍落去，旋风手。系咁啊，拉远距离，呢啲唔够胆埋力，拍落去，一嘢围落去，吻啊 ！KO 你，一嘢拍落去，玩完啦你，一嘢终极原子弹，靓到，男人就系男人，教大家要用。腐禄啊！你试下用阿苏联佬，你就知腐禄啊，系咪腐禄？呢啲 Q 啦，约埋你先，等等啊，现挥埋你呢啲 Q 啦，八八八，睇下冇喺你名单先。你 at 一 at 我，喂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啊，呢啲 Q 啦，好嘛？你邀请我咧，系呢啲 Q 啦，好嘛？呢啲 Q 啦，根本就系本身公告，咁你。金集弱化好多啦，你知唔知啊？苏联佬，梅元话 Cammy 系最劲嘅，你知唔知道？嗰次 Evo 嗰个访问咁讲，我好难先打中人一下嘅，你知唔知道？你以为苏联佬好劲？比赛入边啊，八强啊 ，Evo 啊，冇一个人用苏联佬，你知唔知道？翻沙加先。太旺，大叔故意用多几个啊！呢啲 Q 啦，喺咩度？厨师唔系太识用，讲真，
厨师系 Justin Wong 射中，好泰拳打香港拳，睇下边度赢啊！泰拳对中国武术，沙加单眼龙，好即刻整个轻拳坐落去，即刻波执个波你睇啊！好再嚟，哇你啊对面啊，好压落去，顶落去，靓啊！我即刻俾你追到，哇！game 呢啲一下连技打落去，即刻整个膝头哥，好整个两个波你睇下先，出下波先，哇！即刻打落去，弹翻你转头，揸架，好兜落去靓喎呢脚，低收脚，再嚟，哇 ！game 呢啲啲下跳啊跳得靓，再嚟顶落去揸架。大家絕招 KO 棒棒棒，再嚟啦，波落去升落去踢返你一腳，好打唔打到？打得嘅啊！再嚟升落去，哎呀，升唔到添。呢啲一下烈火拳啊，亦都啊追翻好多攻势啊。应该啊睇住啊，呢啲应该会出个招飞脚啊。哎呀，想升升唔切。哇，好险啊！即刻整个波三下顶落去。出飞脚唔出，呢啲好冷静，沉着住啊！终于俾我讲中佢啦，吓一吓佢，好靓啊！泰国沙加一嘢揼落去，即刻再波多下先，抽多下水，趁我哋入唔到做马黐线，大哥，喂，我现挥唔到你啊 ！LK 八八八，你要你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先，因为我未加你啊，之前好友满位咗。呢啲 Qr 都玩得好劲，讲真的。好，顶落去，靓波啊！哇，对面啊，好靓啊，升龙拳。哇，对面啊，呢下都做得靓喎 ，cancel。好，打落去，哎呀，想出超必连唔到。好踢落去先，哇！呢下啲靓啊，我识个蛋哥亦都啊，张良计出飞脚唔出，哇！彩色大镬啦，会唔会 DVD 追翻一局喊出嚟？让翻一弯，让翻一弯，俾 DVD 让翻，啱啱佢让我两弯，我都礼尚往来，有礼，我让得好真，我唔会好似佢咁样 DVD 咁样演技唔好，打架打嗰个假拳系要有嗰个质素。所以踢下波不能够那些太假、啊、我故意咁样出下波咁输先正常啊，之后你唔会咁样故意嗨埋去假拳嘅节奏，你啊呢下升得，准备睇住佢出飞脚噶，唔飞脚我啊飞埋去，哇！再练唔到啊李三拳，我即刻波去靓啊一下。哇！单啲打到啊！即刻出翻个波先！哇！出超啲！哇！咁准啊！呢下死咗啦！大叔应该再让多一弯。你啊，大叔嗰啲假拳打得几好，让得好有利你啊！啱啱好你啊，咁样让先合理啊嘛，啱唔啱啊？哇！对面啊，打落去小心啊！哇！对面啊，呢啲嘢突然间啊，狼啊，系咁嘅频频进攻，揼落去，上弹，顶落去，升唔升得切？可惜啊，即刻升落去，好，即刻整个重锤你睇下先，即刻整个波，再嚟。哇！大镬啦！好，哇！打中咗喎！哇！咁易晕咧，起身啦！
喊出嚟，唔应该咁样。叻啊，轻到死，咩事？最近有冇人呢个星期睇啊 ？JT， 等先，好叻咩？问一问，有几多我叻噶？呢啲 Q 啦，你有冇 send message 俾我？你上网 at 我嘛？呢啲 Q 啦，即刻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咪叫唔到你入嚟。叻嘅打一啊，好顺，唔好赖叻，你哋叻啊，我梗系唔会赖叻啦。依家顺，少叻，好似好多人都叻喎。点算？自从转咗 Twitch， 啱啱又话有啲人好顺先系问题，好顺，但系一阵又可能叻。I K 宝都顺。喂，问题我有咩左右两头痕，一直都顺。我赢嗰阵时点解冇人鼓掌？输嗰阵时一沉白柴。我赢嗰阵时永远系苦碌，输就话废。点解噶？点解做人咁可怜啊，达叔？吓、啊，真真心一问，达叔赢嗰两局就系苦碌，连赢嗰阵时，好继续嚟同 D D 打埋呢个决斗先。一开波就会叻嘅，你哋讲，可能要教低啲话真啩，如果系咁。等等啊，我俾你就系，因为你我要照顾你哋叻唔叻啊嘛，分心。呢啲系心无旁骛咁专心战斗，同我唔同啊。得个做咩左右两头痕？有啊，有用啊，好多 JTV 台都睇唔到。好嚟啦！里面出火波，屈下达叔先，慢慢啊打你，即刻升过你呢把啦！再嚟顶埋去，打落去，好呢啲晕咗啦，绝招，打！K.O. 有话嗰一嘢，得喎，收台咧，我话知信息箱个爱情故事啊，发展成点好啊？叻到震，如果叻到震，你玩人中之龙再仲，我仲担心，讲真，因为 P.S. 3通常叻啲，开台嗰阵时，好即刻顶落去靓波啊！我哇，我都隔噶喎。好，即刻整个轻锤先，顶埋去，兜落去先，补一波，再波，中啊，阴埋你波先。哎呀，想出超 B 啊，练唔到阴功，得，整个波你弹，好，升得靓啊，弹流啊，弹流啊，弹出嚟。喺度储气，可惜啊，贪胜不知输，成日贪刀。大叔有一个问题就系成日贪刀，太轻松轻敌。呢个我都要检讨，太耐冇打啊，可能。哇 ，cancel 呢啲嘢练唔到，练甩咗我即刻打翻嚟转头先。好，再顶落去，再嚟，点波啊？好，哇，升得咁靓呢下，搭翻转头先，整个波嚟弹。好，哇，哎呀，慢慢，好靓啊呢下，追翻和2-2。Hello， 我都弃玩啊，翻 JTV 时，我用咗三成功力，我都。好靓啊！整个波柄你弹啊！好，跳一跳起，咁埋嚟啦 ，D D， 我埋嚟啦，唔埋嚟，摆正好，好即刻顶得好靓啲啊，风位，再整翻，
影翻阿兄捶你弹，好督翻你督下兄拳，系咁督你兄拳靓啊！好一只整个重锤，哇！练甩咗拳技啊！呢啲趁机走啊！绝招 ，by KO， 呢下呢招系咩？我想问咕噜。夜晚咧饮雨乐冇问题嘅，转人中之龙唔好啦，因为太夜啦，再玩人中之龙有牌啦。玩多场同阿 Lady Killer 啦，咩啊？阿哥瞓喺佢间房，下次再玩 LK 八八八。今日到此为止啦，好嘛？去到呢度，打到呢度都够啦，因为又开始个比赛啊。唔紧要，打到拉屎一局啦，拉屎一局赢埋佢，我哋。有冇其他兄弟想玩？想我用咩？呢场满足你哋，你用咩都得，你讲就得啦。用咩？用边个？阿龙，听咩？用女人，我唔用女人啦。除咗女人以外，又咩都得。春丽啦，如果你要用女人啦，春丽都叫中国人，而且冇咩咸湿嘢。十年第一次用女人嘅，几廿年嚟咧未用过女人，招都未识出，讲真。好，即刻出个波先，好春丽。我真系其实唔系太想用女人，波都未识出，阴功。得你啊！哇，俾人一声冇咁多血都出嚟，咁弱嘅啲体力搏夹，阴功！即刻打翻你转头先，一夜出个轻嘅，草气打落去，再打唔中，阴功啊！好靓啊，倒转倒挂金钩，即刻整翻个波，好出嚟嘅跳起拳都几劲。哇！打極都打唔中，打唔出嚟，差八分。超級象腿粗啊！你嗰只，我唔用女人嘅，你逼我用。咁快冇血，唔識出技，一開始出波，波係人都識出啦，唔識出就要打地鼓嘅呢啲。好，單得靚，即刻出個大波先。好，我掃翻腳先。哇！好，超點出，打背啊！超。好，打一打先，兜落去，靓啊！你哇，你睇嗰啲唔系好睇，唔该睇嘅嘢喎。有冇啲未成年嘅小朋友喺度？哇，啱睇，啱啱睇嗰啲。哇，好彩解得切啦，即刻，中国金毛，靓到。唔识用噶，嗱、啊、都赢咗一局啊，算系咁啊，有个交代，即刻波下先，波下啲，即刻出两拳，打落去，靓啊，春丽，好，抽一下佢先，哇，呢啲系咁出升龙拳，哇，大王啊，真空波龙拳我都估到啊，应该冇好多血，哇，春丽真系搏噶，刀瓜咁冇，佢惊噶，而家唔敢埋嚟，我准备随时出刀瓜。哎，呢招应该兜落去，弹出嚟，哇！好彩迎接，打女人啊！啲，好扫翻个脚先，好弹落去。以前咧，香港啲电影咧，你有冇留意？好中意用春丽呢个角色，好一加落去 cosplay， 豆豆又扮咗春丽，成龙又扮咗春丽。我讲过啊，成龙最似。呢啲小心啦、啊！你可小心啊，大叔可能赢啊！呢、這个冲埋，即刻整个波，真系出波呢个翘起个屁股，其实我都唔系好明白。
诶，唔敢埋嚟出，等我出到我咁嬲，到我咁嬲，扫个脚先，再扫。春丽招扫脚好鬼屈嘅嘢，好鬼长只脚。好，兜落去先，得。靓啊啲阿伯只脚，哇踢唔到，到我咁嬲，我成出唔切。哇好惊啊，春丽。弹出嚟死咗，条腿粗啊！你条腰，点解你成日留意？成日啲我由细到大啲人都成日话春丽条腿好粗，唔粗点打得交啊？呢个先合理，啲运动员不可哇！弹出嚟，做一手脚先，弹，好做一手先，摸佢。走落去，弹出嚟唔中啦，似乎，诶、欸，你有事住，即刻抽下水先，呢个气功拳先，打假拳，哇，好似揿翻落挑拨仔嘅，即刻进步。弹出嚟。谂住揿翻，今日到此为止啦，系嘛？到咗今日，啊，读埋边咧？潮文啊，完咗佢啦，啊，今日好嘛？夜深啦，搞完比赛，大家都攰啦，因为就提早个开台啊嘛，大家收睇得太耐，屋企人可能都唔高兴。咁啊，读埋篇潮文咧，我哋就啊读埋咁啊完 ，OK， 啊，冻柠啡啦。早排见过一杯冻柠啡嘅潮文啊，茶记冻柠啡咧真系啊与别不同，冻柠啡酒甜唔该，一名啊金发 M K 嘅哥哥啊茶记啊大喝，冻柠啡咧呢、這个名咧啊第一次咧喺我脑海度浮现啦。事实上冻柠啡咧呢、這个名咧唔系第一次听，但从来咧我冇下定决心一试。原因好简单啊，我唔中意饮咖啡，又苦又唔涩。都唔知饮紧乜啊，系啲傻的妈港女咧，会特登咧去 Starbucks 俾嘅几廿蚊咧，饮埋啲垃圾啊！作为一个极少饮咖啡嘅我咧，完全咧冇办法咧想象啊柠檬沟咖啡咧啊，仲要冻嘅，系乜嘢味道啊？冻柠啡，柠檬嘅沟咖啡，仲要冻嘅啊！咁讲咧，好似第一次听啊，咩忌廉沟鲜奶，完全谂唔通。好神秘，老老实实啦，到依家都唔识形容啊！忌廉沟鲜奶系咩味啊？甜甜地啊，又有少少奶味，几好饮。但系咧又叫我日日饮咧又唔会。但系冻柠啡咧系咪又好似忌廉沟鲜奶，定系好似冻柠茶咁咧？其实冻柠茶咧我都唔啊，如果唔系我哋香港人日日饮咧，都其实好难想象咩味。柠檬啊酸啊，茶涩涩地，但系沟埋咧好好饮、啊。相信咧我啊茶记啊研究咗好耐先谂到啦，我谂。冻柠茶咧同冻柠啡差唔多就系咁啦，于是咧啊，我啊觉得咧冻柠啡喺得茶记咧肯定唔难饮噶啦啊。虽然咧我知道冻柠啡呢杯嘢咧啊，但系咧唔知喺边度有得饮，直到呢位 M K 哥哥啊霸气一喝咧，我先啊有呢个好奇心去叫。今日啊入茶记，我啊叫咗一句早餐起冻柠啡唔该，望一望张单咧竟然要加三蚊啊，唉、哎、跪向啊跪向左走向右走啊。啊，算数咁啊，于是咧就照嗌啦。等咗一阵咧，终于嚟到啦。咁啊，同我估计冇分别，一杯好似冻柠落咁嘅嘢，但系冇泡嘅，全黑。咁啊，第一样做嘅嘢嘅，吉下柠檬先啦，一边吉一边谂，如果死啦，如果唔好饮噶啦，咁我饮唔晒点算呢？啊，如果叫咗唔好饮，又好似啊，好啊好不。咁另一方面啦，如果饮完肚痛点咧？啊，咁啊。但系点都好啦，於是硬住头皮咧咁饮噶啦。大力一啜啊，一开头以为自己饮紧冻柠茶，嗰阵咧柠檬味咧，觉得自己继续想啜落去。但系呢个时候咧，一阵啊强烈嘅咖啡味出咗嚟，令到你停止啊冇再啜落去。啊，呢种感觉好特别。任何柠檬味嘅饮品都唔同，冻柠水啊、冻柠茶、冻柠冰、冻柠乐、冻柠乜啦，饮呢啲嘢饮咧，你饮落去第一啖咧就会接住饮第二啖、第三啖，咕噜咕噜咁饮落去。用足球嚟形容咧，就系、是、进攻足球，揿住对面嚟砌，打到入波为止。但系呢杯冻柠啡，饮一啖咧又会停一停，再饮一啖咧，
啊，感觉咧就好似系攻守兼备嘅足球队啊，打攻下防下咁样啦啊，完全将两队嘢对立啊，沟埋一齐啊，咁啊比斋攻斋守咧好睇得嚟啊，好睇得多啦啊。咁啊，点解我讲呢篇潮文咧？就系、是、因为咧，我突然间有一日睇戏咧，哇，春丽，你阿春丽个挑拨动作咧，好鬼啊，色情。咁点解我讲下先？哇，呢、這个动作好鬼核突咯，啱啱配合埋呢个。KMD 啲真系你睇做呢啲嘢好拿手。咁点解讲咧？其实咧，因为以前我个 friend 啊，黄狗咧，又系好中意饮冻柠啡。我第一次听我同佢讲咧，跟住我有一次唔小心加咗啲奶落去，哇，拧个啊！嗰啲咖啡要沟奶啊嘛，之后咧佢饮完先知佢就闹咗一大餐啦，同我讲话咩啊？我话你知唔知柠檬我唔可以沟奶，但系好唔知点解黄狗好神奇，嗰次咧就冇肚屙啊，系咁啊。KMD 你继续系咁吸啊，你好中意做嗰个动作噶嘛，吸啦、啊。系嘅，我睇春丽点样俾人游轮 time over。拖到雷雷嘅隻手啦，应该点开口？唔使可以唔使开口啊！下次咪继续拖咯，已经系好好噶啦。睇下只井啲回信，喂班长你系咪 send 咗信息啊？我收唔到啊，好似或者你用其他方法啦 ，MSN 我啦。咁今日咧到此为止啦，因为我哋明天继续再玩翻人中之龙，好嘛？辛苦你，辛苦各位啊！记得我而家准备出 post 就去嗰、那个。讲嗰、那个啊，究竟今日集咧爆机兄弟 Buddy 出咗几多次啊？咁啊，我而家准备出 post 啊，咁你可以留言嘅啊，你系醒目嘅，就如果有听达叔台嘅，就应该知道佢点样攞个奖金噶啦。好，系咁先，拜拜。